林家江常常着种的地龙，后正中是三代传承的地龙子弟。原本伫外面伫咧食头路，后来为着要照顾爸母，以及对着地乡的感情，所以是当来接家厝内事业。为着要秉持老一辈对着地味品质的坚持，并且也加入创新的手法来做出成绩，也为林家江的地产业带来不同款的发展。当地阁亲像创作艺术共款，为细节当中来做甲上好，秉持着高工会使做出好产品的理念，地龙后进中正一遍来摕到特等奖，阁是靠着对于地味的这份耐心甲爱心，加入参加比赛，然后得奖，啊来予输人客咧，再对我的产品有相当的肯定的时阵，人客买回去就袂感觉讲我地，伊就感觉我地是有一种的保证安尼。敖进忠接下出来地米的工作，当时民间乡的地产业愈来愈没落的时阵，把这份危机当作转机，拉并持是大人对地米品质的坚持，并且走向全农化，调整对地的管理，佮加入着创新的想法佮研究，行出着家己的路。几啊地人就拢老实人安尼哦，做生意拢袂做差错安尼啦，啊拢真实吼，拢袂讲骗袂讲啥的啦。安尼，真欢喜，就欢喜讲，即个客户大家拢，那即摆讲买吼，无就免讲啦，啊，有即摆拢一条安尼啦。有著会使泡一杯好啉的茶，敖进忠做了真侪功课甲学习，并且加入著创意甲创新，加啉茶年龄层来变少年，拢会使享受著啉茶的趣味。店里装潢让我们感觉到。比较年轻的感觉，就是不会说，喝茶像我们老人才是我们老人家进行的活动这样子，年轻人也可以体会看看。现在都是因为年轻化嘛，那个年轻人啊都喜欢方便性的啊，所以就带茶方面，他们还蛮能够接受度还蛮高的。当爱家乡做茶，敖进忠家己也相当的打拼，除了让人客啉到好茶。会使感受到文化创意的卡司，做出正好的成绩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